笑真趣味，这波精彩，嘿嘿，乌目是落雨，人生难免有啥物事，可能是平平常袂看你。阿嫂嘞，我来伊，他都是 too happy。欢迎收看平平常。今天的主题就是百变女郎。就伊嘛是特别的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哇，他生了一场大病。那大病之后呢，活出新的自我。变一完全变一个人。是啊，因为介以前的感觉啦，或者是个性啊，会做的事情啊，完全拢无改变。人生观改变。所以病了这一场，对他也许不是坏事哦。哇，哎，你真的好到位老哎。我今嘛坦白讲，我心内一句话，来阮家唱歌所有的资深演艺人员里面，你唱的最好。女生啊，女生啊，今天怎么活力还在？我叫是你破病后啊，今嘛在死更更的。精神健康，未必依旧人在。而且你这调光给你白头妆，我叫就啊破病了，好贵都头一夜白发，一夜白发。流行流行，所以你那时候我拢看你的演戏，我未记你咧唱歌，那歌歌唱歌真好听。没有了，你先来看你的少年时代来。哇，右下角右下角，对不？已经足厉害呢，你让我多去学校上。啊你看这体格，你看像这边的，像这边的，哇，修长苗条哎。你跟李涛在一起是演夫妻吧？还是恋爱？对不对？对，演一对。你看看你少年的时阵，就是一线的女主角。没有了。那时候那用手机那三三，为什么？嘛唔知咧，因为这嘛是经过老师给我这张中融合的。啊，张中融哦，够啦，张中融的笔记有够够。啊，那才好，那才好奇，甲你算啊，袂当甲阮算。那时候是马大哥马如龙他帮我介绍。是安尼。来来，那个公司马三三一十六岁就出道。啊！迄阵出来做 model， 哦哟，你搁会再去选？较早讲，咱台湾选的讲叫做中国小姐。你讲像王冠杰嘛，选中国小姐，伊只野心管在一流数呢。啊，你比伊较努呢。可是呢，伊个年代嘛是算金管。哦。哎，啊，我迄年代我嘛算金管。是算金管。我两个无共事。啊，搁你个五官啊，伊完全拢唔捌当过哦。你莫想啊，伊个皮那遐尼灵。伊住我八里都，这原装的，唔捌打。伊原装的啦，伊拢无啦。啊，你看伊五官哦，对吧？又很小巧，又有点像外国人，又有点不像。你有恁兜有去套路倒一个？隔代啦，隔代倒一个，倒一个。荷兰，荷兰，荷兰。他在中视演了一部戏叫《孪生姐妹》，爆红之后，后边说找伊演歌戏，我感觉头痛演过嘛。啊，你也袂晓唱歌戏，敢演歌戏？唱咱会晓唱啦。哦，啊，杨碧。我心情悲。等下等下，你怎么会晓唱？他嘛，我今晚要甲你考一下，你比因为你会行吼，那古你搁较早出来做歌戏，去甲杨丽花、叶青云安尼做吼，你绝对会做修仙。修仙，做引导的嘛，来修仙也要比，我来来来，唱唱唱，来修仙比一下，来。袂记啊。哎，哎呦，哎，我阿弟无出来，人咧出台。出台咧。袂向你甲人做我跟你讲，冰冰，我演小生，我拢演两公诶，两公小生。哎咯，啊不，拢我入清出去正正咧，我着去两日倒看咧哦。啊，咱演艺界查某囡仔拢特别对家庭足有责任诶，像你出来拍拼，因为出来一定是无通真好过，才着咱出来嘛，对吧？啊，囡仔实在阵厝内面真散，真散。吼，我拢咧甲人比散诶，所以过去我拢无啥爱讲，就是因为。曾经大家有经历过那个经验，大家破片破片散，哎呀，今天嘛不要讲个可怜，我讲个散，所以呐，我跟人比比，哎，我唔是，我感觉吼，我感觉吼，因道路散的人啊，啊，囡仔出来吼，拢比别人较好，成就越好，越认真，因为我不愿意再饿了。听我恁小弟哦，读册、读大学，啊，后边买厝拢你帮忙，因为爸爸真旺嘛。阿妈妈更唔捌你，迄阵啊，敢那会向讲洗衫吼，阿无都去做一挂小零工。啊，高考毕业了，阮爸爸就讲，我讲我已经考掉家医生路中。哦。阮爸爸讲，早因来读书读到准备创啥？因为我爸爸是五十几岁才老来得子，所以对阮两个弟弟特别疼爱。啊，我嘛足疼爱阮弟弟。我就讲重男轻女。所以我第二天我毕业第二天我就去打女工了。啊，一个月赚240块。
好不要紧，你即马吼，因为咱今天时间有限，嗯、你的故事太精彩。对，拜再过来。你即马，你为弟弟做这个诶护准，即马弟弟有友好无？非常的棒，姐姐真好嘞。啊，姐姐歌唱歌够好听哦、喔欸。你看看，这伊较早做迄个歌星，做歌星，真的是嘞。低歌量的讲歌星，就做歌星相比啊嘞。这四十年前的胶黑胶唱片，我敢为。但伊这算甲你翕了无好呢，你本人够水，我老实讲，你即马本人嘛也有够水。陈文斌翕的呢？陈文斌哦，你佫改讲伊老无水。无啦，古早时代功夫也袂晓好啊。你看我迄个时代，唔到四十年前啊，对不？四十年前陈文斌当嘛拄啊入行尔啊，所以你等于伊的 test 多啊，你讲。